6月22日，吴昕微博发文称，自己的生活本就不该被外界的纷纷扰扰打乱他固有的节奏，我可以把脑袋缠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里冷冻起来，我要把我生活的关键词还原成小确幸，还晒出一组随性洒脱生活照，看起来未受近期解约传闻影响。照中吴昕穿红色衣服躺在地上拿着话筒，满面笑容，看上去心情很好。还有一张则是短发可人的吴昕抱着 Hello Kitty 一身粉嫩。另外吴昕还晒出自己玩手机做功课等照片，随性洒脱令网友直呼这是放飞自我的节奏吗？近期网传吴昕解约湖南卫视，而他近日因参加明星恋爱真人秀与潘玮柏组成临时情侣也被媒体纷纷炒作，日前传为缠身的吴昕也得到了网友的支持。简单的大美，你就是最棒的，别想太多，昕姐加油，不一定要追随世人的节奏，自己的世界同样多姿多彩，愿你不被打扰。